坊间里面大部分的书呢，他提到这个正念呢，他提到说活在当下，不做批判等等的。那当然，活在当下，不做批判，这个是禅修里面很重要的，跟平舍有关联的特质。但是严格上来讲，它并不属于正念的内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误把佛教的禅修当作是光是活在当下。有一些老师，他们甚至是很诗意的表达说，只要心能够宁静的、不起批判的跟当下接触呢，真理就在其中了。但是严格的来讲呢，佛法它并不是这样子认为的。举一个例子来讲呢，佛法里面它有提到"如理作意，无间作意"的这个观念，处处它都显示出，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的注意力是应该要有框架，应该要有方向感，我们的努力是必须要有意趣，是要有导向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练习把心活在当下，不做批判了的话呢，这样子的定力的本身，在原始佛法里面，它是不足以产生出智慧来的。要产生出来的这个智慧，方道的方法，一定是要有佛法的大纲作为引导。然后，除了佛法大纲的引导之外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眼前练习的，好比说短程的目标、长程的目标。那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在练习所谓的禅定，就是定力的培养。那么定力的培养，同样的，它是有目标的，它是有框架的。像是我们可以检查自己是要克服什么样的障碍，或者是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能够让我们最便捷的进入到安定，进入到接近禅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的人呢，他可以把目标，可以把努力的方向定在让心脱离开像散乱的感觉，或者是让心脱离开对于五欲世界的幻想、着迷、焦躁感。有的人呢，他是可以刻意的强调怎么样的让身心沉淀、放松，怎么样的把着急的感觉、不耐烦的感觉缓和下来。所以这个都是方向，透过所谓的正知，观察我们的内心的活动的方式，观察我们不同种的活动的方式，它会产生出来的效果。我们可以知道说，目前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技巧，能够最便捷的帮助自己的身心进入准备禅定的状态。所以正念它是有内容的，正念它是有方向的。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佛经里面也提及到，定力它基本上是建立在正念上面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更大程度的去意识、去记得我们眼前所该做的功课，然后不忘失自己的方向感，不忘失自己现在用功它的实力点，越能够记得这个，越能够绵密的去贯彻这个，定力就会越容易开展出来。我们延续着上次所讨论到的，也就是说，在禅修里面，先透过善循，善循再一次简单的温习，就是一种内在的言语，来引导自己去前往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像我们现在要培养禅那的特质，我们要前进的方向是让心、让身更安适、更知足，
它能够在简单，它能够在放下，它能够在放下焦躁感的情形之下，体会到收摄，体会到轻松，体会到因为出离而得到的清凉的感觉，这些都是禅那的特质。当我们的内心引导着自己，用言语教授，在心里面提醒着说，应该要让身体更放松，或者是把注意力导向呼吸是如何的在按摩，在滋润着自己，这个都是寻的动作。我们现在这个寻的动作，要尽量的去跟正念的动作配合，就是说要能够让自己更记得你的寻，更减少你会偏离开这个方向，偏离开这样子实力的机会跟时间，减低那个打妄念的机会，减低那个我们忘失掉了我们的主题，忘失掉了我们的方向的机会。在内心去检查，我们要怎么样的把正念的力量提升起来，才能够更密集的去记得我们眼前是要怎么样的用功。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这个正念它有统合的意思。什么叫统合呢？就是我们要把一个事情做得好，我们必须要记得做好这件事情它的一些大纲。像我们在开车子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只专注一件事情，我们是要记得要留意在路上的行人，我们要留意自己的车子跟其他的车子的距离，我们要留意自己开车的时候的速度是不是超速，是不是太慢，我们要留意我们开车的姿势是不是理想的，是不是过度紧张的，还是过度涣散的。同样的，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在培养禅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进入禅那的那一些大纲。这些大纲或许有一些因人而异，可是基本上不会脱离我们之前所讲的原则。好比说，你有没有记得你的坐姿要怎么样的调整？你有没有在留意你的坐姿？你有没有在留意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清醒、放松、平衡的坐姿？你有没有能够留意要怎么样的呼吸，它才不是局促的，它才不是驼背的，在压制着你的胸腔、你的腹部的活动的？怎么样的坐姿是感觉上是打开来的，是端正的？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内在细微的动作，它能够更顺畅的去流动，去扩散到不同的角落。然后我们要记得的部分，可能还包括你们要记得你的心要脱离开那些欲界的状况。简单的来讲，欲界的状况就是饥渴感，就是不安，就是对于五欲在那边计划，这边狂热，在那边怀念，怎么样能够暂时的搁置这样子的活动，使得我们的身心能够在简单的放松的以呼吸或者以身体的触感来作为食物，而不是以故事情节来做食物，不是以饥渴感用力的在追逐欲境来作为食物，这个都是要记得的。现在花一点时间提醒自己，要进入禅修前
要记得什么东西。好比说，我们正念记忆的其中一个内容是跟自己的姿势关联的。然后不是光是现在记得而已哦，而是如果能够的话，在待会的静坐的过程之中，你可以常常的提醒自己，常常的记得那个姿势它有没有变得不理想了。那我们另外要记得的，另外一个要保持正念的内容，是跟我们的内心的活动有关联的。我们的注意力是不是跟触感在接触着，在连接着？你记不记得你以前静坐的经验里面，你要跟触感有什么样的界面，什么样的接触，才能够帮助你有安稳的感觉？跟触感的界面，你是要去留意整个身躯吗？或是胸腔吗？或者只是隐约的去留意身体的内部那个墙壁，它怎么样被气压所按摩，或者去留意我们的神经系统，它怎么样的被呼吸所滋润、震荡、安抚。还要记得的就是我们的寻的内容，那个禅修的主题是什么？那禅修的主题可能是让身体更放松。你可以在待会静坐的时间里面，这个是你探索的主题。怎么样的去不断去发掘内在的僵硬，然后把它放下来。怎么样的去加深放松的感觉？你要记得，要把这些动作做得好，你必须要很精准的掌握到当下身心整体的触感，你才能非常扎实稳健的把这样的一个触感带往更放松的境况。学习在内在做自己的老师，做自己的老师的意思就是依靠你的正念提醒你自己，你该做什么，眼前现在有新出生的状况，你要怎么应对？用强而有力的正念来伴随着自己的心。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用默念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正念。好比说，正在被呼吸滋润的身体，好比说，一点一滴在脱离开担忧的心。
一次都不用求多，不用求完美，而是要学习怎么是具体的，让身心引领、带领到那样的方向，脱离开不安感，脱离开担忧的状况，脱离点点，就有一点点的感觉，品味到了脱离开尘世间的喧闹而产生出来的轻松的感觉，清凉的感觉。去品味一下正念增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高度的意识着眼前该做的功课，跟他不分离，紧密的跟他相伴着，正念的帮助我们记得我们眼前的目标是往禅那前进的，然后你应该要把通往这个目标该做的功课尽量的记得，尽量做好，尽量的不要忘失了这个主题，不要偏离了这个主题。清楚的目标，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实力点，这个里面是有欲望的。佛法从来没有讲说是断所有欲望，佛法讲断可爱，欲望在修行是必要的，所以你要很高的希冀的心、欲求的心、善法欲，确知我们要前进的方向，那是值得的，值得追求的，值得开发的，这是有取舍的，这不是没有取舍的。确知身心脱离开焦热感、不安感、饥渴感，那是好的，是良善的，那是清凉的，那是少压力的，那是安静的。静坐不是发呆，不是只是活在当下，直到目标，要让这个目标继续引领着你。你的目标可能是因人而异的，是要清楚自己选择的目标，目标可能是让呼跟吸
更安抚自己的神经。断的在当下重新的去往这个目标前进，目标可能是放下心事，所以能够让身心更轻松，不断的在当下意识着这个主题，帮助自己一点一滴挣脱开心事的枷锁。记得跟触感保持着接触，所以你的目标不会变得空洞化、理论化。具体的在触感上面用功，在触感上面调整，在触感的这个层次上，怎么样帮助身体感觉更轻松？
记忆的，让全身能够被笼罩在祥和的气氛。记得知觉到的每个范围，它都是被安适感所静谧着，所滋润着。记得不要急，不要贪多，有一点点的安适感笼罩着全身，就是一点点。品味它，玩味它，熟悉它，学习在这一点点之中满足。学习在这一点点之中找到安静的空间。正面的光增高，让心紧密的跟正面连接在一起。被正面所督导，所引领。培养自己，做自己最好的老师。
凡所有积聚之法，皆是消散之法。诸位贤友，当住于不轻忽、警觉、放逸，以达至真实的安全。这是世尊大阿罗汉所留下的遗教。